你要清楚，青木，黎明快要来了。青木，总有人需要在黎明前倒下。青木，前。炮制雷阵，点起火来！冥王剑，旋转！姑且算是射击吧。自己的火力的可能打歪这一射。引雷之术，嘿，炮制雷阵。中心汇聚，不仅能遮风挡住，出全力的一招，整个坠落，我和一切罪恶，只能如此了。开刃，冥王剑。旋转，请起，请你应该能感受到月的力量减弱了，看来也请我来，不能在此纠缠了。这里是日月更替，本就是世间常理。离哥，你……我并不会要求你理解我们，青乌。但现在，你就好好握紧这块丛玉。假以时日，
当世间扭曲，你见我到底我刚刚离歌，先走出去吧。我记得外面应该有个城市，等下就。反过来的大地和城市，那座山，等等，难道这是天月城吗？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全场新品免费试吃，哎，是新到天月城参观的卖者吗？今天是店庆最后一天，我们店的东西好吃不贵，全都是居家旅行必备好物。总之，先进店看看，我来给您详细介绍介绍，如何？所有人都不准动，双手撅下来。你是什么人啊？看不见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吗？去把值钱的东西。还有你，乖乖靠墙站好，别耍小花招。居然遇上劫匪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大伙一起上，别让他坏了我们的好事。稍微乱来一下吧，点起火来。繁花消逝。没事了吗？太谢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店里的东西请随便挑选吧，今天全部免费。这也拿太多了，再拿下去我们小店要破产了。王子健，要动起来。刚收到警报，青乌出现在附近了，你在上面盯好了。青乌一经过就赶紧告诉我，我们一起伏击。楼上的，跟你说话听到没有？听到回个话。喂，人到哪儿去了？喂，喂，人呢？不会打算一个人把功劳全揽了吧？哎，别插话，我有急事儿。你到底是怎么？算了，不管了，送上门来就别想跑了。行动起来，这个可没有打歪这一说。
爱千水果铺，物美价廉，童叟无欺。欢迎光临，要不要来点什么？付钱呢，站住别动。价格可以商量。价格贵了些，成本价都不止这个数。便宜点如何？这价已经是打骨折了。你这货配不上这价吧？只要有意，价格都能聊。我刚刚看见上面有些瑕疵。好吧好吧，我会降一些的。我觉得还可以再降一些。算了，看在今天是活动日的份上，就给你优惠一点吧。一令一发，前方竟然交通危险分子，危险分子有多少射多少。投掷雷咒配从是这样用的，这个可没有打歪这一说。敌人能跑，别乱跑，别乱跑。不能再次失败。稍微跑跑吧。不要过来，救命！别过来，将能用的全部用上。不仅能将风挡住，还一切罪恶。该反击了。赌出全力的一招，姑且算是射丝锦的工作和闪不了阵，这个可没有打歪这一说。继续打枪，混乱是什么？光明剑。在城里好端端的，就遇上气脉乱流了，真吓人。这是给你的报酬，请收下吧，谢谢你出手救我。要动起来。救命！救命！
救命！救命！不想惹麻烦就把嘴闭好了。行动起来！幸亏有你在，不然我这店就要被人砸了。啊，对了，小小心意，还请你不要推辞。我这里还有些水果，就在那边的柜台上，想要就一起送给你了。我还有点事，你自己去拿就好，不用客气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别着急走啊！你刚刚拿东西的视频我已经拍下来了，劝你识相点，留下一千约币，不然我现在就通知守卫，告诉他们你偷我东西。喂，是守卫吗？我店里有小偷。你涉嫌扰乱天悦城秩序，现在依法将你逮捕。进去不知吃罚酒。哦，是你啊，怎么急急忙忙的，碰到什么麻烦了吗？开我的车进屋。丢了！你们几个到其他街区再搜查一下，找到马上通知我。楼上的家伙对吧？真是太帅了。对了，虽然不算是什么好东西，还请你收下这个吧。